担带向了两岸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处境。所以今天佩洛西来台湾，不只是台美外交，而是破坏台海的安全，对亚太地区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机。我是东山第一分局分局长陈明志，你们在青岛登陆的集会没有经过申请，违反集会游行法，我现在依违反集会游行法第一次举牌警告。我本来就很冷静，我惊喜的好应灾啊，我只是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欢迎美国人来支持台湾，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中国代表中国的心，在这里搞破坏。真的，如果今天不是中国共产党说蔡英文你敢盖国号我就打你，他早就把中华民国招牌拆掉了，我们不要把大陆当敌人了。中华民国这四个字还可以存在，是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吊诡，这种必须承认的嘛。你马英九有没有办法，吴敦义有没有办法，朱立伦有没有办法，都没有办法维持中华民国的招牌，反而是中国共产党帮我们维护了中华民国四个字。我们要讲出真心话，这是事实。